看到吗？大家好，今现在这一轨是南红林金讲师的一层。那我是这边主持人。那我们今天是这个题目是用面大的撰写学术文章。那请到各位清大研究所的博士生郭玉贤，那他有将近十年依然是使用这个经验。那因为一般我们如果是学理工科，我们可能就是会用知道会用一些LaTeX 去写一些学术文章。那比较一般的话就是理工科以外的比较不会去用这个。那 PenDoc 的话，可以让你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格式，然后还可以很容易的去做扩充。那我们就请到郭玉贤来替我们分享相关经验。大家好，我今天要分享就是用 Python 其实学术文章的一个经验，然后这不是教学，就是先介绍一下用那个 Markdown， 然后跟 Python 转换成BBM，然后就是写出学术文章。那因为我本人是文科的，我是那个学语言学的，所以当然就是以语言学的角度为主。好，所以先就是讲一下我会先首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一般文科的时候就是用 Office 的工具嘛，然后接下来就会先讲一下 Pandoc 是什么东西，它大概的使用方式是什么。然后 Pandoc 跟语言学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语言学上用 Pandoc？ 然后 Pandoc 的使用 Pandoc 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是需要用什么样的工具？然后最后就讲一下那个 Pandoc 的优点与缺点。那先讲一下我是谁哦，就是刚才已经有介绍，我是那个清华大学博士候选人哦，就是即将要开始写我的博士论文。那我本人研究就是台湾原住民语，希望就是明年可以毕业了。我用 Linux 已经很久了，所以当然我是在用 Linux 的时候也会接触到很多开源软体、自由软体啊。然后就是几年前我接触到 Pandoc， 然后觉得这个东西很棒。然后再就是撰写学术论文方面搞不好，因为我有用过 LaTeX， 然后 LaTeX 觉得有某些方面有点麻烦。然后因为它 LaTeX 原本就是为理工的文章设计的，或者就是数学的物理。那它可能不太适合文科的一些需求，或者目的不太一样。那我有一点 programming 的经验，不过那个不是很重要。那在那个 Pandoc 上面，也许有一点帮助，可是实际上也不太需要。那我们平常在就是文科啊，在写文章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是用输出仪器，就像那个微软 Office， 或者是少数人才会用那个 LibreOffice。那是事实，不好意思。那更少数人会用那个LaTeX， 就是除了我之外，是有我有些同学学弟妹也是有接触过 LaTeX， 但是他用比较就是简单的功能。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对一般文科人来说的话，当然就是像那种 Office 的东西 ，Office 的软体比较熟悉嘛，所以就是。它所谓的比较好上手，其实它因为就是曾经已经有接触过，而且它的界面就那么简单，你就把那个把你的文字输入进去，然后你的东西就可以了，你把它储存起来，就可以寄给别人，分享给别人。但是在排版上面，就是常常会遇到问题，如果就是非常简单的排版就还好，可是稍微复杂一点的要求的话，那个排版就是你表格上面就是多按了一个 Enter， 然后整个跑掉啊，或者这边你就是稍微想要把它移到。右边啊，左边啊，整个乱掉了，不然就是用不同电脑打开，肯定是有会有那种相容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那个是我就是我个人的立场，我觉得就是那种 Office 的软体，它可能比较适合用在稍微短篇一点的文件哦，就像是刚才是请一位肥猫兄哦，他介绍的是
就是公务员，那公务员的文件通常就会比较短一点啊。那在那个学术文章的时候，大概尤其是文科的文章，通常比较长一点，可能就是15页、20页不等。其实那跟论文的话就可以更长。那我不知道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曾经就是有个问题是说，在 Office 的文件里面，文件如果它页数已经超过，就是不知道几十页，可能30、40页或50页的时候，它会就跑得很慢，然后吃很多资源，然后很容易宕机。那这的确也是一个问题。那当然就是跟那种文书处理器还有 LaTeX 的工作模式也很不一样。那文书处理器你就不得不边撰写边排版。但是 LaTeX 的话，基本上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分开的。你可以先把内容全部都写进去，然后如果我完全想不到没有点子，就再去排版。那在语言学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有些比较特殊的要求。那像切入参考文献这个大概就是都差不多啊，只要学术文章都需要切入那个参考文献，所以这个跟别的领域是一样的。那我们会有，譬如说做那个句法学的人哈，我们有那种句法速读或者语法速啊，这个就是理工科的大概也看过也知道。那其他的我们有一种就是所谓的那个优选论啊，它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表格的。格式，还有所谓的那个 interlinear glossing、cross referencing 这种东西，这个我等一下就会直接给你们看，就是那个不用解释，等一下会有例子。然后最后就是 Unicode 的话，当然就是如果要写中文或者其他语言，就是你需要那个 Unicode， 那我们也会有国际音标，那些码也都要有办法显示。那为什么我们要用那个自由软体？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就是格式，自由的格式，我们对格式的那个所有权，当这个软体已经没落了，当它已经不见了，搞不好那个背后的公司或者谁，他已经完全没有在开发这个软体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打开你原本写过的那些文件？因为像 LaTeX 或者是Markdown 的文件，那是全部都是文字档，你就算你没有装任何的软体，文字档。不管就是几年后你还是打得开，但是你们有开过就是90年代的 Word 档吗？这是一个问题。那像就是学术文章，的确，我们需要考量到那个长久储存的这个问题。然后那自由软体，我认为它就是比较容易就是汇出或者跟别人分享。但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LibreOffice 不见得说就是。那个自由的格式就一定很容易分享出去，就那个共享还是会有些落差，但是就是越简单越好。那像就是 Markdown 或者 LaTeX， 但那个原始档只是一般的文字，所以比较不会有任何相容性的问题。然后把它那个 compile 之后，那个是 PDF 档 ，PDF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相容性的问题。然后价钱当然是一个考量啊，就是我们就像那个国家机关啊，他们就是因为。预算的关系，他可能就是会倾向于用比较就是不用钱的那种自由的软体。那其实是学术界也是啊，虽然那个是学校买单，可是学校买单到时候你们学费还不是一样要付这个钱。然后在 Pandoc 的话，我发现就是 Pandoc 或者 LaTeX 的话，这种东西比较容易个人化。你需要什么比较特殊的功能，其实你有，只要你有。一点点的那个 programming 的知识经验，或者是你没有这个经验，但是你有这个动力，非常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就是一个 package， 其实有办法写，那这不会太难。我自己不是 programmer， 但是我觉得写这种东西其实不是写一两个function就可以解决了。那我个人会觉得说哈 ，LaTeX 这个东西啊，他们看到 LaTeX， 他们觉得哇，这个好可怕，这个我不会写程式啊，这全部都是这什么东西啊 ，Game Word 啊。那因为他们看到就是 LaTeX 的语法比较多嘛，所以他觉得哦，这个东西那个根本就是理工科在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用 Markdown 的方式 ，Markdown 的语法没有那么恐怖，所以也许我们就是可以引导更多的文科的去用这个东西。那 Markdown 是什么？ Markdown 其实它不是一个程式，它也不是一个
它只是一个就是格式化 的方式。简单来讲，比较像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本身，也跟内采一样，它需要编译，它就是你编译成之后，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比如说一个网页或者是一个 PDF 档。但是跟 Later 比较不一样的是，那个原始档是可以你可以直接看，因为 Later 直接看的话，你可能会瞎掉，那里面的语法实在是太多了。虽然就是很适合写一些数学式子，可是一般的那个文章实在是不太方便。那 Markdown 就是你们用，例如说你们这边比较大部分都是理工科的人，而且你们用 GitHub 或者你们就是用一些论坛的话，你们大概都熟悉这个语法。就是用星号的话去代表斜体或粗体啊，然后表格就直接用直线画，就画出一个表格，然后它到最后就会变成右边那个样子。但是 Markdown 其实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Markdown 有好几种。那我这个也讲，主要是在讲那个在讲 Pandoc 的 Markdown， 可是还有。Common Mark， 还有就是 GitHub， 还有就是更多其他的，在最基本的功能，这些 Markdown 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当你需要用到一些比较进阶、比较特殊的功能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落差。所以 Pandoc 是什么？最简单讲，那个是一个神器，就是转换格式的一种神器。你们其实现在就是可以就上 Pandoc.org， 然后上面。它有一个很非常大的一个图片，就是一个图表在介绍，它可以从哪些格式转换哪些格式，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这个 Python 本身，它其实它源于学界哈、哦，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伯克莱大学教授，而且他是哲学教授，但是他就是很喜欢写那种开源软体，而且他超级爱 Haskell， 所以这个 Python 是用 Haskell 写的。对，然后这个东西，除了其他格式之外，它也支援 LaTeX， 也支援 Markdown， 所以你可以用 Markdown， 就是喂给这个 Pandoc， 然后但是它输出的东西可能就是看你要什么，你要 PDF 档，它也可以输出 PDF 档，你要就是 HTML， 它也可以产生，那个比较新的那个 DOC X。它也支援，但是旧的那个 DOC 就没有，因为那个好像就是跟那个格式开放有关系，因为 DOC 它是开放格式。那其实我这个简报也是啊，这个简报也是用 Markdown 写的，然后再把它转换成那个 Vue.js， 就原始码长这样，非常简单。所以那我刚刚讲的就是 Markdown 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种类。那 Pandoc Markdown 的特色，我先列出来，然后等一下一个一个讲。就是这边有那个有，你可以用 metadata， 就是先有点像在 LaTeX 最前面，我们有一个那个 preamble， 我们在就是刚才讲什么，用什么样的字体啊，然后什么样的那个document type 等等，然后参考文献。也是可以啊，因为毕竟这个有人拿来看到就是撰写学术文章，所以参考文献也是可以直接嵌入的。那这个东西是透过就是 BibTeX 或者 BibLaTeX， cross referencing 跟那个 inline metadata， 最后面那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发现有时候 Markdown 还是不够，那我还有时候我还是需要用到一些 metadata， 因为它那个格式化真的就是那个我需要非常的。特别用格式化，但在这时候，我可以直接在一个 Markdown 档案里面写一小段 LaTeX， 然后剩下的就继续用 Markdown， 非常方便。那像前面那个 YAML metadata block， 就刚才我给你们看的我那个简报也是啊，前面有什么 title 是什么，谁是那个作者啊，然后里面可能也会，就是譬如说我对于这个简报的一些格式化的。的需求啊，或者是字体啊等等，那个在说明书里面呢，就是按照不同的要求，里面可以写很多东西，也包括你们如果要产生一个 PDF 的时候 ，Pandoc 产生 PDF 是透过LaTeX 的引擎，所以你们如果在 LaTeX 需要用到特殊的 package 的话，也会放到这里。
那像 bibliography， 就是我们会有，如果 有用过later 的人，他知道那个 bibliography 其实有点麻烦，就写那个写文章的时候，你还有另外创造一个文献档，然后这个文献档里面你要去输入，按照它那个格式，把就是输入所有那个 bibliography 的资料，那接下来你就可以 cite。可是这个东西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很麻烦，但最后你有这个档案之后，写文章很方便，你每次 cite。同样的文献的时候，很简单，你就写那个嘛就好。那它的语法也很简单，一个小老鼠在前面就好。那 cross referencing 这个，就是当我们用，譬如说我们写一些例句、例子啊，或者一些表格啊、图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图表都需要一个编号。那这个编号就是从一到就是一二三这样子按照那个顺序。可是你如果手动写这个编号的话，就是很麻烦。那万一你在前面就修改了一下顺序啊，或者是多加了一个东西，删掉了一个东西，那你不就每一个都要手动去修改？然后在内文里面提到这个表格的话，还有那个编号也要一致。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很简单，我们就是有一个专门的 cross referencing 的语法，那我们一样用小老鼠去 reference 这个表格啊，或者是一个 section 啊，一个图表等等，那它的号码就会一致。那我们完全不用头痛这件事情。然后在那个语言学上面，前面提到的一些，譬如说语法树图。像这种东西当然没有办法去用 Markdown 去画出来，可是 LaTeX 已经有非常多很方便的、很好用的 package 去做。那我们在最前面的那个 YAML metadata， 我们就是多加我们需要的那个 package， 然后接下来直接写 LaTeX 就好。所以在这时候我们需要用到 LaTeX 的时候，我们就把 LaTeX 写进去，然后再继续写我们的 Markdown。那像 Glossing 这个是。在语言学某些领域比较需要用到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有，譬如说我们研究的某一种语言，然后它逐字的翻译，然后最第三行是整句的那个就是整句的翻译。所以在这边我们对于格式化的要求就是我们每一个字跟它逐字的翻译要那个对起来。那个左边全部都要对起来，那这边刚好就可以直接，人家已经写过了，我们有一个很好用的 package， 然后在这边只是多加几个，就是几个字的那个语法非常简单，然后比较，那就自动帮你对起来。好，那用这些东西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其实还好，基本上我们需要一个文字编辑器，然后，Pandoc 本身就是要装那个 Pandoc 这个程式。如果需要产生 PDF 的话，学术文章通常是 PDF 嘛，那我们还要装 LaTeX， 因为 Pandoc 在 Pandoc 的后端其实是用 LaTeX 在产生 PDF 的。文字编辑器的话，就看个人喜好嘛 ，Emacs 编。用 Windows 的话，你可以 Notepad 加加吗？那像现在那个孩子比较喜欢新的东西啊 ，Atom、VS Code， 但这些东西，就是，我喜欢用这种方式写文章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工具有选择性，我想要用什么文字编辑器，完全是我自己的决定。那一样这些东西，它有很多其他的，譬如说写 Markdown 或者写 LaTeX 的。模式啊，什么外包程式啊，而且我自己可以去修改，很方便，但是也需要就是投资一些时间去习惯这些工具，所以对于文科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障碍。那 Pandoc 本身，它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它是那个 CLI interface 这个，命令列界面，然后它没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的图形界面，没有一个 GUI。但是有人写就写出来他的那些 GUI 的界面，所以其实也是有办法装，但我自己没有用过，所以我不知道好不好用。所以
就是简单来说，优点哦，当然最大的优点就是用自由软体写学术文章，然后它的那个原式档是纯文字哦，这个就是以后完全不会有相容性的问题。就算你没有办法，就算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了，你没有办法把它转换成 PDF， 但是你还是有办法把原本那个文字的内容读取。然后，因为这是文字档，其实还有一个很酷的点，就是我们可以用 Git。但我看应该比较少人会想要用 Git 这个东西，就是我是试着去推广，因为 Git 这个东西很方便。譬如说，像我这个简报也是啊，我就把它丢到 Git 里面，然后万一我电脑有问题，它在 GitHub Pages 也可以打得开啊，有那个连接，而且。就是你们可能一些期末报告啊，或者是那个硕士论文啊，万一，有什么那个问题的话，或者是很多人他们怎么写，就是用那个 Office 软体的话，他们就说哦，这个是 Final 版本 ，Final 版本二。那其实 Git 就是它是自动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就不需要再存一大堆用。对啊，而且 也自动帮你就是做好那个备份，而且这样子合作就是和写文章也变得很方便，因为在文科很多人合作的模式就是用 email 把那个 DLC 就是传来传去这样子，那可能会有一个人他就是主要的版本在他电脑上，然后其他人就是这样用修改的方式。那用 Git 的话 ，Git 就是就是它的那个存在的原因，就是让很多人合作和写同一个原始档。那原本可能那个就是程式，可是我们也可以用在学术文章上面。那因为这些工具比较简单，非常非常简单，所以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多那个 bug 的问题。但是它的缺点就是，那要花很多时间去学。我这个不像，就是你从微软的 Office 调到 LibreOffice， 然后已经很不习惯了。这个东西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适应啊。我自己也是啊，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也用过 LibreOffice， 然后后来就是跳槽到 Meta， 然后最后现在跳槽到 Panda， 未来会跳槽到什么东西也不知道。然后你虽然我们可以用 Markdown 写文章，但是在比较关键的地方，如果我们需要比较特殊排版的时候，还是需要用到 LaTeX， 所以基本上还是需要懂那个 LaTeX 的语法，还是要会这些东西。那这一样变成说你要学的更多，这样花更多时间。然后它的界面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那个 Windows 也有 PowerShell， 可以比较轻易的去执行一些那个 command line 的程式。可是对于习惯一个贵的文科的人，叫他就是输入一些指令，他可能会非常害怕这件事情。不过，就是用推广教育的方式，也许可以吸引一些人。好，那如果对 Pandoc 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们直接到 Pandoc 的网站，它有一个就是 Getting Started 的一个页面，那上面其实已经写得非常仔细的，包括从来没有用过那个 Command Line 的人，它也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教学，教你怎么用这个程式，然后它的说明书也非常仔细，写得非常好，我的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我先会在那个说明书去找，那好像没有，就是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好，今天到这边，谢谢。请问有人有问题吗？其实也蛮讨厌就是 Microsoft 的
东西。可是我自己在过哲教授在修我的文章的时候，有一个很难被取代的功能是那个去追踪编修的功能。它可以，对，就是它删除什么字、加什么字都有那个编辑的记录在。那这个东西好像也是蛮难用 Git 这种就是版本管控的东西去处理，因为它其实不太算是版本管控。我们需要看到的东西是它编修，它为什么要编修，然后它作为什么编修这件事情。对，那这部分就是您对于就是如果用这类 Python 或者是就是有那个保留重文字功能，然后能够做到排版，就是反正就是我们这种重文字通常不都会附带那个就是编修追踪功能。那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是什么看法？谢谢，我觉得这个跟就是工作的那个方式有点像是就是 Unix philosophy 有关系啊，就是 Unix philosophy 的精髓就是你要用非常简单的工具，很多简单的工具，把它连那个串在一起，然后得到你要的那个效果。所以你说如果Word 它是跟这个方式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把所有的功能都塞在同一个程式里面。所以它的功能很多，但是它也因此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对于这个我还是会建议用就是版本控制像 Git 那种工具可能会比较适当，因为就是 Python 本身它的确它只是一个转换文字的工具啊，那你要写的话，你要自己挑你喜欢的那个文字编辑器，然后你文字编辑器有什么样的功能，就是看你是用哪一个文字编辑器嘛，然后你。最后你那个给人家看的东西，那个又是转换之后的一个结果，那个就是一般的 PDF 档，它当然不会有这些历史记录。你需要这个功能的话，大概就是要用Git。我想问一下，就是Git 它有什么功能？好奇那个转成 PDF 之后的成果，因为像是论文通常都是双栏的嘛，然后摘要的地方可能也是有一些特定格式，还有页码。好奇它对，就是最终成果会长什么样子？谢谢。这个就是那个两栏那个是理工会比较常见的，那像文科的是没有。对，所以那个它的格式啊，包括它就是参考文献的什么不同的格式啊等等，这些格式要求是。不同的就是不同的格式的方法，我基本上因为 Pandoc 本身它在产生 PDF 的时候是用 LaTeX， 所以你可以用 LaTeX 去控制它的格式化，你想要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字体啊，什么样的那个页码等等这些东西，那全部都是透过 LaTeX 的它的那个 template。或者是你直接在 Preamble 那边写一大堆东西，也是可以这样子控制的。不过，现在问题说你那个写这个文章是写，譬如说，写硕士论文，然后是写给，就是自己系上所上的人老师看的，或者是你要出版一个期刊论文。那期刊论文的话，有时候，我们在文科的一个问题是说，文科的一些期刊，它只接受那个 DOC 或 DOC 仓的，对，而且不过它其实它接受它的那个排版，它另外自己做，应该也是直接在 Word 里面做。然后你所有的什么例句啊、图表都要拿出来，然后就是留一点点那个文字写说，哦，我这边要那个放 Table 2，这边要放 Table 5等等。然后那个所有的表格都是在一个分开的档案，用图片去储存，来寄给他。那在这样子的话，就是最简单的方式一样，我可以用 Markdown， 可以用 Panel 去写，然后把它转换成 Word 档，然后我所有的表格也是，把它转换成 PDF 再寄给他。所以就是，有时候这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有时候我们想要用的工具，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这样用，没有办法只用最直接的方式跟人家分享，那也就是可能要想一些方式，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谢谢。喂，你好，那个其实有一个问题，刚才大家
差不多有问的一部分，然后我觉得主要是一样是那个 Word 档的问题，就是因为有很多期刊它真的就是给你一个 template， 然后那 template 就是 Word， 就是 DOC， 然后它有的会有很细的那个要求，就是说必须要行高什么单行间距啊，然后每一个段都之间要这个几公分啊，然后整个纸张的间距要几公分等等的，那个如果要用的那个 latex 的那个。template 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种对应？就是，即便要产生成 DOC 档，也要符合一下那个规定，否则可能转出来之后自己又要再去调之类的。欸，谢谢。谢谢。就是如果排版需求非常的非常多，非常的细，那个就有一点麻烦，就是用 LaTeX 当然可以做这个东西，但是会非常刚刚。那还有一个问题说，如果你想要用 LaTeX 的话写出这个东西，然后再用 Pandoc 转换成 DOC 档、DOCX 档，这样子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因为 LaTeX 它所有的那个排版格式，它是针对于 PDF 的产生，所以你如果要用这种Markdown 或者是 LaTeX 的话，再产生一个格式化非常细的一个 Word 档，我是不建议的。大概可能是会很难。在这种情况的话，就直接用Office 的这个文书的处理器会比较适当。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如果待会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就私下来问这个郭玉贤老师。